文黄鲜亮这个月娱乐圈最轰动的一件大事，一定是赵丽颖选择在自己生日这天发博宣布与冯绍峰结婚，两人的微博都只有官宣二字，晒出结婚证和结婚照，网友们直呼太甜了。迄今为止，赵丽颖的这条微博被点赞700多万次。今天上午，赵丽颖发了一条微博，可谓是官宣结婚后的首晒照。从赵丽颖的脸上能看出满满的幸福和甜蜜，而且这次赵丽颖是素颜出镜，赵丽颖的这组照片都拿着一个手机，穿着宽松，一件白色卫衣配一条黑色裤子。网友们发现赵丽颖的脸看着有点浮肿，不过丝毫不影响赵丽颖的高颜值。另外，赵丽颖两张照片皆用一个盒子挡住了自己的肚子，有网友评论说赵丽颖的腿看着好像也比原来胖了。赵丽颖手指上戴着的婚戒闪耀，相当抢镜。赵丽颖的这条微博配文：这是最近我收到的一个特别礼物，正面 100% 都是屏幕，也是我见过最调皮最聪明的手机了。我问他，你好看还是我好看？悠悠说，肯定是我好看呐。你们说说我们谁好看？网友们评论，你们都很好看。网友们期待赵丽颖将来能多多晒照。